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由中中歌舞团举办的2016乐在其中音乐会。我是今晚的主持蔡英。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our 2016 concert hosted by Choir of Zhongshan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Happiness within music. Tonight, I'll be one of your MC. I'm Edward Wong. Please enjoy your night with us.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2016年乐在其中音乐会。我是今晚的主持人之一，汪老师。咁大家都知道我哋今晚嘅音乐会主题系乐在其中，其实我觉得呢个主题真系起得好妙，因为我哋都知道乐字系多音字，既可以指音乐，亦都可以指快乐，而乐在其中系代表我哋希望大家可以享受音乐，喺音乐中得到快乐。其實我想問問你哋幾位主持人，有冇試過堅持做一件事，而且覺得自己係樂在其中啊？這個我有喎，就好似我打手球咁為例啦。我打咗9年，由中學校隊打到去香港青年軍代表團。咁其中嘅汗水咧係真係多不勝數噶，但係快樂係絕對係蓋過啲汗水嘅，我覺得。我非常之同意 Hugo 噶啦。好似今晚嘅主題一樣，樂在其中。因為我知道中中歌詠團咧，佢哋成立咗5年，係咪？喺呢5年入邊，每個星期四佢哋都去到會場嗰度練歌。除咗練歌以外咧，仲參加好多成團之間嘅活動。Hugo 唔係真係樂在其中，佢哋點會堅持到今時今日？係啊，所以我哋都希望今晚在座咁多位都可以喺音樂之中分享到我哋帶俾大家嘅快樂。好，事不宜遲，2016年樂在其中音樂會現在正式開始。我哋有請中中歌詠團帶嚟幾首合唱歌曲，請中中歌詠團上台準備。為大家帶嚟嘅第一首合唱歌曲係《中中門歌》，咁希望如果有識唱嘅朋友可以跟我哋一齊大合唱。而第二首歌係《愛爾蘭民歌》，Believe Me If All Endearing Young Charms。第三首有念故鄉新世界的樂章 ，Antonio Ferrara。之後就係四首啦，最後有《長城》，作曲顧嘉輝，作詞鄭國光。同時，我哋仲有一班好犀利嘅伴奏團隊喎，佢哋都係一班嚟自中山嘅小提琴熱愛者。咁由教練 Jason 帶隊，咁教練 Jason 咧，佢係號稱温哥華交響樂團嘅第一小提琴手，琴齡已經有10年之久啦。咁我哋有請小提琴伴奏 Jason Lee、Wilson Lee、Martin Tai、Ben Wang、Trisha Sun 同埋 Eric Zhang， 同埋有請我哋嘅鋼琴伴奏，同埋有請我哋嘅鋼琴伴奏同埋指揮陳建中先生，掌聲歡迎。Thank you.
多謝中中歌詠團為我哋帶嚟滿腔熱情嘅合唱歌曲。咁下一個節目咧，我哋就有請孫楊小朋友上台。孫楊咧係一個多才多藝嘅小朋友啦。我點解咁樣講咧？因為咧佢唱歌、跳舞又得，拉小提琴又得。啱啱咧佢已經幫我哋合唱團咧做咗小提琴嘅伴奏。喺接下嚟嘅節目之中咧，佢都會繼續咁樣幫我哋做唔同嘅歌曲嘅伴奏。我哋先有請孫楊小朋友上場。識講世奇話，孫楊咧係爸爸媽媽係嚟自中山嘅，不過咧細個喺呢邊長大。咁如果你識講世奇話咧，就更加多才多藝噶咯喎。今晚叫媽咪教下你點樣講世奇話得唔得 ？OK， 佢識唔識講先？識㗎。佢識講係咪？咁好啦，咁媽咪可以教下孫楊講世奇話，就更加多才多藝啦。我而家咧就俾翻個舞台俾孫楊，孫楊今日咧會為大家帶嚟一首叫做《Scarlet Fair》，中文嘅意思咧叫《斯普布集市》，係一首古典嘅英國民歌。Thank you.